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流行啊。今天晚上是由于那个网络的原因，所以呢，真的跟大家说声抱歉，由于网络原因不能给大家直播。本来说是答应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用空气炸锅现场来做那个鸡翅的，今天也把这个鸡翅、鸡腿都腌制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但是由于今天晚上网络不给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现场来，就是现在来拍一个，就是我们怎么做这个鸡翅的一个视频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是鸡翅呢，我是提前腌制好了，有6个鸡翅，2个鸡腿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空气炸锅呢，我们把它打开，看一下里面。对，然后我们给它刷点油就可以了，这是咱们的那个食用油，给它刷一点在上面就行了。这个上面刷油干什么嘞？刷油就是为了防止它那个粘。其实它这个食物是不用刷油的，像这个鸡翅直接可以放里面就可以了。就是少刷点，就这样就行了，就能刷到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刷上油之后呢，就把那个鸡翅这样腌制好的放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个要，我今天这个鸡腿的话，等一下另外再来一次，先把这个鸡翅放进去。哇，好香啊，香不香？郑阳，香是吧？来，你要干嘛？你要生吃啊？还拿筷子？好了，我来。对，我以为你要生吃呢。就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放进去。然后呢，我插上电，打开那个就是温度，温度呢我们设定到180度。然后呢，这个时间的话，我们给它设定到那个25分钟。那现在就开始了，趁着这个空档的话，我们来享受一下生活。享受一下生活，难得，说实话。来一个，怎么不喝呀？这不是你最爱的牛奶吗？这是我们那个就是外贸元旦那个餐具。好漂亮的，很精致。平时都没有这么悠闲的，你看早餐碗、早餐杯都安排上了。还搞什么对，西瓜？嘿嘿。来一口，哇，好大呀！大嘴巴，他能一口吃完。经过那个漫长的25分钟的等待啊，现在的话差不多快要到了，闻到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差不多，它这个绿灯亮了，就是开始要提醒你了。来，给你，哎，叮，好喽，哇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都不用翻面了吧？你要翻一下，因为它里朝下的那边有点水水的，看一下。哇，这都已经可以吃了，嗯。哇塞，这就可以了。来个5分钟，再来个5分钟啊！因为酥脆的更好吃。酥脆一点更好吃，有那没我，有流口水啊？哇塞！好香啊！来，再来5分钟。再来5分钟，开始工作了啊！好简单的感觉，不需要像那个什么这样操作那样操作，只要就是说把那个鸡腿买回来，我这个是放了一点那个生姜的。放了生姜，放了那个大蒜，还放了那个奥尔良的那个腌料，腌料，还有老抽上还有色老抽上色，就可以了。捏了一下，捏了一下。我这个是那个扎了一下眼儿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鸡翅上面，我是用那个刀划了2下。如果家里有那个松肉锤的，可以把它松一松，或者是牙签儿扎2下也可以，把这个鸡皮扎破，这样更容易入味一点。一定要给它按摩。按摩一下，这两个人真的是 神眼同盯路盯人。的，眼睁睁的看着。好了，差不多要5分钟要到了，等一下放在这个盘子突里。然想起来一个成语，翘首以盼。翘首以盼，你说是翘首以盼，这是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呀，我好是没香啊！有眼睁睁的看着他。我在想，你是不是因为昨天我们吃了鸡翅没给你吃，所以今天特地来做一次？对呀。今天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昨天没吃到。你没吃到，呵呵，还有就是没办法直播，好啦。行了，哇塞！给它拿出来。哇，
焦啦，这是你们的平哥做的鸡翅，真的很香啊。没有焦，哪里焦了？很酥脆，不是焦了啊。这样就很酥脆了呀，看到没有？六个呀、啊。这个我这个是哇，有点烫，时间有点久了，要使那个时间不要那么久就可以。如果小伙伴喜欢吃嫩一点，你要喜欢吃嫩一点的话，20分钟就够了。对，烤一次就好了。我这个是那个25分钟，后面又加了5分钟。30分钟。30分钟的总共是。反正我喜欢吃这种。下面是一点油都没有，看到没有？油都在下面，看到没有？油都掉下来了。嗯，鸡皮上的油都下来了。我喜欢吃这种油少一点的。所以那个吃的要健康，然后呢，想减肥的，注重健康养生的，吃这种都比较好。再把那个鸡腿放进去吗？嗯，放吧。那个凉火，你要戴手套吃还是这样吃？嗯，这里有手套，你自己戴，会不会戴？对。会呀、啊。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真是。爸爸叫我戴的好不好？啊、哦，爸爸叫你戴的。来，继续烤这个鸡腿啊！因为这个鸡腿比较大个。哇，这个鸡腿好大呀！好了。不用，你戴一个手就行了嘛，一个手。鸡腿的话，我们是180度一样的，来个25分钟，又开始了。哇，这个好香好香啊！哇，要不要来一个？你试吧。妈呀，你烫啊！你手套都没戴进去，太大了。手套这个手指要戴进去的，你太大了，你戴不了。这是我给你戴，我来戴。你喂给他吃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盘他一个人能吃完。你先尝一个吧，弥补你昨天没吃。好不好吃？不烫。这个烤的很香。嗯，我就喜欢吃这种香香的。如果你们喜欢吃那种就是嫩一点的，就只要20分钟就够了，烤一次。我这是25分钟，然后呢，最后又来了5分钟，等于是半个小时，烤出来就是酥脆酥脆的，一点油都没有，好入味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昨天不是吃了吗？他昨天吃了3个。来，喂给我们的摄像师吃一个。我等会儿吧，你们先吃吧，来。哇。嗯。这个酥脆一点哦。嗯。你咬的是骨头，这边，好，那个这个一拿就拿开了，很酥的。吃了一大口，太有食欲了，来，再来一口。这里绿灯亮了，马上就叮，这个绿灯亮了就提醒我们差不多时间就到了。红灯亮呢，这个黄灯边上这个黄色的灯呢，是那个就说是在加热，绿灯亮了嘛，就差不多就时间快要到了，提醒我们。现在是几分钟？现在马上25分钟到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打开，看看，好了没有？很期待。好了就直接吃，没好的话就再来个5分钟。你觉得是刚才那种好吃呢？刚才这种好吃是吧？你看看，这个。这都是我吃的吧，是你吃的吧？也是你。好了，要叮了。几分钟？就几十秒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31。叮。美味集成。哇。哇，这个鸡腿烤得很漂亮啊。这个要不要再翻一下？你看看吧。哇。翻一下，翻一下吧，
边这个油全部下去了，哇，这个都是油哎，没有水，你看下面好多油啊。积水油多一点嘛。来。再来一个五分钟的。再来一个五分钟的。啊，马上又可以开吃了啊！这两吃货又在那里看了。快，你家西瓜吃不完，你看刚才西瓜，这个是宝，这个碗是叫聚宝碗，西瓜吃不完，吃了又长。聚宝碗是啥？给你越吃越多。聚宝盘。98、99、100。哇，正好100。哇，美食又开始啦！看一下。哇塞！这个就酥脆酥脆的了，这个皮你看全部都做出来了，下面全是油。我把这个夹出来给看你，让一下，等一下烫到你哦。看到没有？哇塞！你的盘中餐和我的盘中餐，妈妈的没有吗？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油，深深的，全是，哇，烫到你了，等一下要，好多油，你看全部是油，这个就是说我们，那我给妈妈吃一点呗，好，谢谢你，哇，亮一下亮一下亮一下，这个很酥脆了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你看，哇塞。就是我们直接用个筷子扒一扒，整个一个骨头都可以取下来，这还不是用手扒呢，看到没有？如果用手扒呢？用手就更灵活啦。看一下，你爸爸突然今天做个大厨，你爸爸有没有什么想对小杨说的？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了，我们要说什么？祝我们的小杨，还有就是说所有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，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啊，谁还不是个宝宝呀。来，好吃吗？这个我感觉这个很入味耶。嗯，给妈妈吃一个。嗯，妈妈等会儿，妈妈等会儿。香不香？这个好入味啊！这个里面都是，不是那种白白淡淡的哦，里面都是可以入味的。里面都是黄色的。嗯，就是入味了嘛，就是黄色的。哇塞！好了，这一轮的又开始了。太好吃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像家里像这种的话，就是少油，是不是更健康一点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我们那个就说，吃着西瓜，吃着鸡腿，还要来一个牛奶。嘻嘻嘻，来，难得一次的悠闲时光啊！好了，那个感谢所有家人的收看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们一起说什么？拜拜。然后呢，明天是六一儿童节，祝所有的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节日快乐！好了，拜拜了，感谢收看这六斌的频道，一定要关注我哦，拜拜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